Hello， 我是来自桃园的 Chloe。我六年前来到德国工作呢，因为我本身非常喜欢吃台湾的小吃，因缘机会之下呢，我就做了鸡蛋糕给德国的朋友们吃，结果他们一吃非常的惊艳，就不断的鼓吹我说出来创业吧。于是我就在德国的法兰克福传说中的美食沙漠开启了我的第一家鸡蛋糕店，来推广台湾的美食。 Look at that!那我们的名字就叫 Hoja， 那台湾应该都知道 Hoja 就是好吃嘛。那如果用德文发音的话，它其实是叫 Hoja， 那大家也知道什么意思吗？我想要变有钱，但有点困难，因为毕竟我们用的都是真材实料的东西，创业维艰，刚开始有点辛苦。This video is brought to you by Hoja, the best Taiwanese street food and tea in Frankfurt.我想点这个，好的，好，我们的馅料呢，全部都是手工制作的，所以耗非常多时间，然后我们给的料又非常的足，而且不含任何人工添加物，像是我们的面糊也是啊，全部都是用鲜奶做的，不加任何一滴水。我们目前手工的馅料呢有13种，包括最传统的香草奶油卡士达，我们的香草奶油也是用香草夹下去煮的，关北 cream cheese， 还有抹茶奶酥也都是卖得很好的品项。我们家的鸡蛋糕外国大人小孩都喜欢吃。我现在正在做的是芒果金萱，是我们最近卖的非常好的品项，因为我们的芒果一颗8欧啊，来自南美的。这杯是洛神红茶，我们的洛神也是我们自己煮的，它酸酸甜甜的，在夏天也卖得非常好。像我们还有其他的品项，像是芋香奶茶，德国人就非常喜欢喝。目前我还没有遇到有人喝了之后说不好喝的。从我进来到现在，你的客人都没有停过，生意真的很好。还好，还好，还可以，但不到最好的时候。可以，不过在你的那个 Hoja 的 IG 上面看到你被记者采访的照片跟影片，他那个是德国在地电视台吗？对啊，在地的。哇。Hi, I'm Mary. So Mary, why do you want to work here? I want to work here because the people are very nice and the ambience is also very lovely in there. Okay, any other reasons? The food tastes good, so getting free drinks is... Sorry. Never mind.